思啊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嗯，想好了。行了，都别劝了。这个事儿，只要他自己想清楚就行。啊？什么思啊？？离婚。啊？ 250啊！你要早和他离婚，你犯得着赔他死一回啊？没什么犯得着犯不着的，以后我一个人好好过就行了。你悬一搭个呀，讲一些人五人六的话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啊？真把自己当知识分子啊？摸到知识分子的命啊，还犯知识分子的病？不要以为你一言不发就摸到死了，我是在教你做人呢。 什么人什么命，什么命，就认什么命。当初你瞎了眼糟蹋，你就得认呢。教我做人，我老爹爹就教会我一件事儿，就是这辈子千万别靠男人。啊？你不靠男人，你有事找你大哥呀？我就找我大哥怎么了？啊？我大哥他管我，他护着我。 我还就把话放在这儿了。以后我大哥有事，我乔四妹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，我们全都能冲锋陷阵，你敢吗？我们小的时候肚子挨饿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们被车震的把家砸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不，你省省吧，用不着你教我们怎么过日子。 来了，哇！哎，烫好慢点。哎，没事。好，慢点。哎，您的肉圆汤。嗯，好嘞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哎，坐吧。有，这边。好，请。哎，这晚上店里是最忙的时候，我想的是早点回来。行了，快坐吧，就等你了。 有个事我要讲一下哈，快清明节了，你们的妈呢，也走了这么多年了啊，我想给她选一块坟地。没意见。没意见。老大。应该的。哦，你妈这辈子没得享什么福啊，我想给他选一个好地方。普觉寺供墓，我听人讲啊，就牛畜山东南边，那墓地有10年了，风水宝地。哎，有个什么皇帝就在那儿盖的墓啊，秦始皇。秦始皇陵在西安，那是南唐二陵。哦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写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的皇帝，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。那不是首歌吗？是歌。 邓丽君唱的可好听，哎呀，不要打岔啊！这个墓地呢，给你们几个平摊，啊，也算你们几个尽孝，没得意见吧？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我们几个肯定也没意见，只要是为了我妈，怎么都行。